大家好，我是李欧。这次的故事是他勇敢的去接受这个他害怕的事情的一个故事。这样啊，反正我就是不要去嘛。我为什么会跑来这个这么奇怪的地方？怎么又暗了？小米，小米他去发现自己、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。他的名字、啊、叫做小米。李欧，如果失败的话，我们就再想其他的办法。啊，面对自己恐惧的时候，不要担心说只有自己一个人，就是身边其实有很多朋友，有你的家人。我就是你的好朋友。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我们都要懂得去倾听别人的声音，以及去享受自己的步调，也宽容别人的步调。大家听我说话，他们刚刚已经说过了，像流星许愿的话都会成真吗？黑暗没有那么的恐怖，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冒险。风吹的声音，用力用力啊！再过来一点。然后你呢，在黑暗中闭上你的眼睛，慢慢把眼睛张开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。好美哦！我们跟我们的屋顶动物园的朋友会有一场奇妙的冒险，希望你们跟我们一起加入冒险 ，Go！